我变成骆驼。那我变成金字塔。嘿嘿，我变成金元宝。我变成什么呢？有了，我变成仙人掌。我要来找了，你们藏好了吗？3、2、1。小伙伴们，我要来找了，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啊！不要发现我，千万不要发现我。啊，好疼啊！这里怎么有个金元宝啊？完了，怎么刚开始就要被发现了？不会是有人藏在这里吧？我踢。黑暗魔王，你踢的我也好疼啊！找到一个了，小贝在这里。原来你变成了金元宝。可恶，我竟然是第一个被找到的。黑暗魔王，你一定找不到其他人。嘿嘿，那可不一定，我已经看见小贝的脚丫了。不可能，我变成了金字塔，一定不会露出脚丫的。嘿嘿，小妹，这是你自己出来的。哼，糟糕，我暴露了。黑暗魔王，你竟然骗我，你太可恶了。反正我已经找到你了，现在只剩下大宝和小雪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骆驼一动不动的，一定是大宝和小雪其中一个人变的。糟糕，我可千万不能被发现啊！游戏机，我这里有最新版的游戏机，各种游戏都可以玩，免费送给一个人哦。我要游戏机。大宝，你可是自己出来的，这个骆驼果然就是你变的。啊，糟糕，我忘了我们在玩捉迷藏了。黑暗魔王，给我游戏机。没有游戏机。大宝，我是骗你的。可恶，我竟然也被黑暗魔王骗了。小雪，你一定要藏好啊，千万不要被黑暗魔王找到了。啊，就剩下我自己了，我一定不能被黑暗魔王发现。现在我要寻找小朋友的帮助了，小朋友们快发送弹幕告诉我小雪藏在了哪里。我已经看见了，小朋友们说仙人掌，原来这个仙人掌是由小雪变的。啊，还是被黑暗魔王找到了。黑暗魔王，你作弊，你向小朋友们寻求帮助了。就是啊，黑暗魔王，小雪根本就不是你找到的。这次不算，必须再玩一次。好吧，再玩一次，不过这次我来藏，你们找到我就算我输了。哼，我们一定能找到你。对啊，黑暗魔王，我们可是有4个人，一定能找到你。完了，这里怎么多了这么多东西？有骆驼、西瓜、金元宝，还有金字塔、仙人掌、树。我们要怎么找黑暗魔王啊？到底哪一个是他变的？嘿嘿，我才不会像他们那么笨呢，我故意变出来了好多东西，其实我变成了沙子。小朋友们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黑暗魔王变成了什么吗？一定不能让黑暗魔王赢啊。